不管去哪里旅行，方向可以不太重要，但是你要对遇到的事情有感觉。我觉得热情是人生唯一一件要先搞定的事情。这么保存文化要怎么保存？应该是除了保存这些东西以外，要保存用这个生活文化在生活的人。减法代表你已经拥有了满满的东西了，你要思考的不是拿到多少，你要思考的是我要拿掉我自己什么。那一个城市，如果当我们都对这个城市够在乎，也对光有感的话，它应该会是越来越漂亮。我们要打破一个做法，所以我所有的东西都不断的在打破规则，连我自己定的规则都把它打破，你就是不断的做。那个改变的方法，现在其实我们都才只是做千千万万分之一。